一个执政党或者是一个政治人物，不管他们做的再怎么差，只要自我感觉良好，都可以变出美丽的谎言，开出美丽的空头支票。一个执政党对于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到这种程度，真是台湾的悲哀。大爆啊，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咱那个把那一家在永和八路的枪击案，那边听讲这个选区，我们的怎么样一定还是更好。冷不防飙出，如果我们没打那一枪，想重提去年五都选战受到连胜文枪击案的冲击。陈宜文终于稍微喘口气，要去菜市场拜票。以前上菜市场是买票买票买票，现在上菜市场是拜票。我晕是一个大家庭。军人的眷属也是这个家庭的成员，未来国军的改革工作一定会重视军眷属的权益。今天是一个光荣的日子，不论是上校升上将，不论是上校升上将，不论是上校升上将的同仁，或者是少将升中将的同仁，这个班阶肩膀上多了颗星星，就代表了多一份的责任。现阶段的国军面对很多的挑战，国军不能逃避改革，各位将领更不能墨守成规。就任总统这五百多年，五百多年。民进党办的干部培力营邀请新住民朋友参加，要透过他们的力量为大选集结战力。蔡总统喊话，寻求支持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我要拜托我们各位原住民，一加一大于二，哈，那没有一个一是最大的，也没有一个一是最小的，每个一都是一样的，可是它加起来就是一加一就会大于二，哈。各位媒体朋友哦，稍早发生的这个油罐车失火哦，造成桥面的断裂，造成渔船的这个损伤哦，那现在有一些在船上工作的这个渔民朋友哦，那受到影响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动员所有的力量来搜救哦。过去几年来，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，黄伟哲代表可以说是我们的见证者。接见即将离任的新加坡驻台代表黄伟权，却口误叫成台南市长黄伟哲。咱国会爱贵国，咱的家义区，咱的战将，我们的王惠美一定要当选台公会吗？王美惠一旁提醒，但总统没听到，台下民众大喊不是国民党籍的彰化县长王惠美啦。啊，王惠美大家都熟悉啊。今年初以来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台湾和美国都对乌克兰实施经济制裁，对乌克兰实施经济制裁，也提供乌克兰协助。我们蔡适应委员还有林辉宏，您之间是五星级的市长，他的最佳搭档沈辉宏，也就是我们吴金奇的副市长。再来，我要宣布我们古老师尤卡达同志参选花莲县县长。是 Yudaka 不是 Yukata， 上回才把沈慧宏念成沈志宏，这回连天天见面的副发言人蔡总统竟然也失误了。好动算，同样提名场景，事隔两个月，人选由林志坚换成郑运鹏。我跟运鹏认识很久，2014年他当党主席，我当党主席的时候，他就是我的文宣部主任，他迟早会做党主席的。党主席的位置我不敢当，但是谢谢主席今天没有把我们 的名字然后搞混了。总统蔡英文授旗给民进党花莲县长参选人 Glass， 期许他赢回花莲。Glass， 这一次会赢吗？我们要不要解放花莲啊？要不要解放花莲啊？我们有没有信心？我们要打破这里的家族政治，我们把花莲治理好，让我们花莲人觉得很光荣，让我们交通更方便，大家说好不好？你看巴德人都替大溪人高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文灿照顾巴德也照顾巴西，我们文灿照顾巴德也照顾巴西。我被击败了，你是击败人，对你的期望太高，玩弄了我太伤人。我被击败了，你是最超然的击败人，我才刚刚交出真心，你却口叫我的真诚，来到某个海洋里翻腾。说你没办法，可有心乱如麻，隔壁曾经那么灿烂，怕你受伤。我被击败了，你是击败人，对你的期望太高，玩弄了我太伤人。又被击败了，你是最超烂的击败人。才刚刚
想交出真心，你却口角我的真诚，泪落某个海洋里翻腾。你是最巨大的击败人，你是击败人。